睡得好吗？没有抱着我睡，肯定好。时间还没到，继续睡。不管你到不到，你为什么睡在这里？海阔呢？不要乱动、一大清早，你不要睡觉，我还要睡觉。睡满八小时美容觉是很重要的，知道吗？现在不准在场，乖乖睡觉，懂吗？刚刚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对他心动啊？